公主，快叫医官啊！对了，还有，把他们给我撤走，我就是被他们弄伤的。快点！是，医官，医官。公主的伤……公主手上的伤口并不浅，近日一定要小心保护，千万不能过度用力，以防手上的伤口崩裂。最好连公文也不要批阅，更不能劳心费神。些许小事，大不了找人代笔就行了。退下吧。是。幼兰，明日余中，请府上的门客们都过来。是。荣哥哥，公主叫咱们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这，我也不知道。柳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像荣郎君这样的人都不知道，我们这种小人物又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哎刘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不就是被牛亲了一口，到现在还没康复吗？不好好在床上躺着，一听说公主召见，立刻就跑来了，真是自己找死。你这混账东西，公主召见我，我敢不来吗？公主驾到。参见公主。江烟，你上来。江烟，你来府上有一段时间了吧？但是我决定让你出府。这有一封举荐信，拿着，去求见建平王刘景素。我知道你身上污名未清，但是有我作保，他会相信你的。拿还是不拿呀？你素来有才名，而且我已经将你最近的诗文给他送过去了。建平王很欣赏你，只要你肯，建平王一定会重用你。听说你父亲早亡，母亲靠换衣来维持生计。啊，如此困苦的环境，还能将儿子培养成才，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拿着吧。王林，在。我举荐你去做广陵令。谢公主大恩。游郎，在。我以为反叛已经败露，我再也不能活着走出公主府了。你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这简直就像做梦，趁着梦没醒，快走吧。怎么不跟我告别就要走啊？公主。嗯。建平王向来喜欢文章书籍，而且也是年轻人，所以我相信你到他那一定能够如鱼得水。我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了。公主，我走以后请不要将罪还原，他是京师的人才，就算我也远远不及。倘若我真想处置你们，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你也看出来了，今天我故意让你在众人面前选择，逼迫你背弃还原，这一点是否怨我？
我不知道。哼，还挺诚实的。假如你立刻说不怨我，反倒是胡说八道了。我这么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形势。少年常倜傥不俗，或为世事所急。这是你的自序，对吗？天下有才之人何止千万，为什么不诬陷别人，偏偏诬陷你呀？而且你从前的同僚，没有一个愿意为你说话，这难道不是你平常做人太失败的缘故吗？公主的意思是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公主所言，不是让你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，而是让你在保持自身高洁的同时，也懂得婉转。婉转并不是孤傲，无法结交官场友人，又如何与他们共事？更别说要为百姓效力了。多谢公主教诲，江烟拜别。恭喜公主，恭喜公主一箭三雕。怎么说？江烟与桓远谋划已久，必定成了气候。公主推荐江烟去做官，又把可能参与其中的人送走，一来减少江烟心中的不快，二来断绝桓远的联系，三来有江烟这样的成功典范，无疑是给所有人一个暗示，他们看到大好的前程，只会拼命地讨好你，谁还会跟着桓远去冒险呢？是一箭四雕。公主刚刚的一番话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消减了江烟心中的敌意。以她的性格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不会忘记公主的恩惠。我走一步，你看四步，思虑之深远，又岂是玲珑剔透心肝所能形容？我很好奇，公主为什么如此肯定，江烟一定会就范？一面是安逸的仕途与可见的光明，一面可以算是已经失败的反叛；一面是无限风光，一面是崎岖坎坷；一面是锦袍加身，一面是流血身亡。一个懂得趋利避害，有满腔抱负，尚有老母需要奉养的人，又怎么会拒绝呢？只是此举太不像公主你了。何意？倘若是从前的公主，就算用此计离间众人，也会暗地里杀了江烟泄愤，更别说举荐他做官了。那我变成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？说不上好与不好，从前的公主心思细腻，滴水不漏，杀伐决断从不手软，可欠缺胸怀。今天的公主似乎心软了许多，但气度大不相同。江烟试图反叛，公主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给他大好前程。虽然有些放纵之嫌，但不得不说，这等气度不得不让人佩服。他才华难得，我不忍看明珠蒙尘罢了。你还有问题吗？龙芷，你站住！昨晚是不是你给公主出的主意？我？那当然，除了你以外，谁会如此设计？好端端的，为何要放江烟出府？根本就不像公主的手笔。我不知道啊。哼，驱逐江烟和别人出府，一定别有用心。我告诉你，别人畏惧你，我可不怕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在公主面前拆穿你的真面目。哼。柳瑟。干嘛？小心身后。你耍我。郎君，公主有请。你站住，我没跟你说完呢。荣郎君，
郎君，公主之前对你十分喜爱，但自从失去了记忆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添了许多挑剔。郎君，多加小心。多谢。不问问我为什么叫你过来？等等就知道了。等什么？要么等公主自己告诉我，要么等该等的人自动上门。公主，人带到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既然都来了，为何不进来说话？公主，沈公所有十分重要的事向你禀报。嗯，公主，我是来密告还原的阴谋，他身在公主府内，却想方设法与当朝官员取得联系，其中不乏手握权柄的重臣，他想通过这些人在外弹劾公主，再加上府内的反对者，里应外合诬陷公主。如果公主想知道，我这里有一份详细的名单献上。你倒见机得快。起来吧，这份名单我查证之后会给你重赏。你来我府上也有一阵子了，想不想出去闯一闯事业？擅长文还是武？我自幼练习武艺。很好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把他推荐给谁呢？我建议将他推荐给龙骧将军沈攸之。多谢公主，倘若得到公主成全，光佐不忘您的恩德。那就这么办吧，我给你写推荐信，下去吧。好。如此趋炎附势之人，你为何给他这么优厚的待遇？公主明明就是在等背叛还远的人来投诚，现在却又瞧不起他。没有骨气的人到哪儿都不受欢迎，我盼着他来，但是我不希望自己府上出现这种趋炎附势、卑劣无耻的人。正是因为他是小人，用起来才格外得心应手。假如他是江烟那样的人，我反而不敢随意使用。容止。在。我发现你越来越聪明了。谢公主谬赞，不过天下聪明人太多，容止不是最聪明的。就拿公主府来说吧，公主才是最聪明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公主懂得用我呀。不过今日不必特意叫我来，还原反叛之事不可能会成功，我又怎么会参与其中？那就由你来写这封推荐信吧。我受伤了，所以以后还要麻烦你代理公务。公主还有什么吩咐？还远这件事情，可见府内鱼龙混杂，危机重重，索性快刀斩乱麻，彻底根除隐患。公主打算怎么做？第一件，自然是还远事情的善后。第二件，我要考察府内所有门客，有才能的放出去做官，不学无术的赠金赐还。好。这是公主托我送来的。与其这样屈辱的活着，不如就这样死了。你该不会以为酒里有毒吧？按照他的狠毒性格，自然是要杀了我。酒里没毒，你就这么渴望死亡吗？
我看看这些手持利刃的侍卫，我现在形如囚犯。不，我应该连囚犯都不如。囚犯至少还有放风的机会，他连这个权利都给我剥夺了。有件事情你误会了，这些侍卫是我派来的。你说什么？ 你虽然已经失败，但犹不死心，想要借着送别江烟来勾起他的愧疚，便于日后行事。我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，干脆就不让你见他最后一面。粗鲁不是你的性子，还原，要保持自己的风度。公主知道我和江烟密谋的事，是不是你告的密啊？ 你太小瞧公主了，那席上的处置是公主自己想出来的。那日你与江烟密谈，公主去而复返，连我都不曾防范。随后，他就决定把江烟送出府。荣止，你留在公主身边。 甘心吗？平日里你管理府上内院事务，从来都不嫌烦。可是我却觉得，你所展示的才华尚不及所拥有的议程。你是个不世出的人物，你到了外面完全可以呼风唤雨，影响天下的，什么见鬼的门客？你甘心留在公主府做一个骄奢女子的玩赏之物吗？ 你不甘心，否则你怎么不敢回答我的问题？你根本没办法真心实意地告诉我你心甘情愿。还原，你不要忘了，当初能够安然地活着，是因为谁？倘若公主当初不救你，你早就死在乱刀之下。你现在却处处想着背叛，你的先祖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 不可否认，他救了我，庇护了我。但是他的营救完全是出于私心。他把我当成痉挛收藏起来，像会打猎的猎鹰，会唱歌的画眉，甚至不把我当人看，让我老死在公主府里面。荣止，我不愿意。桓氏曾经辉煌一时。 取代了司马家的天下，然而最辉煌的荣光也随着桓楚王朝的灭亡而去了。桓代司马刘佑灭桓，谁家的天下不是血淋淋的从别人手里夺过来的？桓元，从你的祖先逼迫晋安帝退位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没有资格指责刘氏了。乱世里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。可就算这样。 让我心甘情愿做一个骄奢女子的玩赏之物，不可能。你没得选，你痛恨公主把你囚禁于府，你也必须感谢她。身为乱臣之子，你也必须得到她的庇护。你方才说我不甘心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？就算这次我失败了，只要我还活着。 就不会放弃。纵然我哪天死了，也强过于在此忍受煎熬。天地为炉，世间万物，冥冥众生，谁不是苦苦煎熬？公主，刘桑的父母都已经被盗贼所害，现在就算让他出府，恐怕他也无处可去啊。那就留下他。是。 花郎君一直伤病缠身，卧床不起，他的命始终是以公主府上好的药材和医官吊着，所以他也走不了。至于花郎君他现在的情况，桓远身份特殊，出了府也保不住性命，留下吧。公主雅亮，其他人都已经按照公主的吩咐送走，只是有些人还……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
柳瑟不走，绝对不走，公主啊！柳瑟对你一片忠心，和张那些逆贼不是一路啊，公主！我不想走，你为什么要赶我走？柳瑟对你忠心耿耿啊，公主！你不要赶我走，公主、啊，公主，你要赶我走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哎呀，我让我撞死好了！哎呦，哎呦！哦、我的屁股，公主，木郎君坚决不肯走，哎、他投河了。哎呦，不能活了，让我死吧，公主，我要撞死啊！吵死了，了都留下来。是，谢谢公主。容止呢？公主要赶走容郎君，所有门客都得走，他凭什么例外？可他是公主最喜欢、最信任的人。正因如此，他更不能留下了。人的喜好都是有变化的。以前我很喜欢他，可是现在我很讨厌他，所以他非走不可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凤飞翱翔兮，四海求凰；无奈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将琴代语兮，聊写衷肠；何日见许兮，为我彷徨。怨言配得兮，携手相将；不得于飞兮，使我沦亡。容止，你也可以离开公主府了。公主这么着急赶人，到底隐瞒了什么？本公主坦荡荡，还需要向区区一个门客解释吗？公主当然不用向我解释，只是怕有心人得知会大做文章。我有什么文章好做？比如他们会怀疑此公主非彼公主。放肆！公主何必紧张，容止说笑的。你若不是山阴公主，又会是谁？不过所有人都可以走，我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公主最信任、最熟悉的人，你舍得我离开吗？当然舍不得。既然如此，就留下吧。又来。这是我亲手做的蜂蜜糕，你尝一尝。粉黛，你不用再痴心妄想了，我是不会帮你进明玉阁的。咱们是一起入的府，素来是最亲近的，我真的只是想让你尝一尝。少装模作样了，自从我当了公主的贴身婢女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。又来。好了，粉黛，你当公主是寻常人家的女郎吗？她喜怒不定，惯难伺候，若非是十分机灵的人，自然是伺候不得。粉黛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嘛，就你这副软弱的性子，还是老老实实的保住这条小命才是啊。容郎君，容郎君，幽兰，你怎么了？我该回去了。那你把这个拿走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莫郎君，走。莫郎君，掉在地上，不能吃了。很好吃啊。
不要为不在意你的人流泪，记住了吗？在这儿，公主，墨香一直在等候，等得累了才在这儿休息一下。这是我的床，谁让你睡了？公主，墨香很害怕，原本墨香便是公主府的人，公主若是不要了，墨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，公主会不会厌倦了，不要墨香了，就跟其他人一样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有我一日，有公主府一日，便不会少你的衣食。你如果想在这住一辈子的话，也行。可是公主不再召见墨香了，是不是墨香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我可能是太忙了。等我有时间，再召你过来好不好啊？真的吗？快走吧，以后我不叫你不准过来。多谢公主大恩。来人！参见公主。谁让你们放他进来的？如果是刺客呢，也随便放人进来？想看明天早上我脑袋挂在那是吧？荣郎君放他进来的。你们的眼里只有荣郎君，根本没有我这个公主。我不都说过吗？取消荣止在府内的一切特权，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？公主恕罪，我等。看来荣止在你们心中积微甚重啊！传令下去，即日起，谁再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，我就砍掉他脑袋。这又兰过来，床单被子都换了。是。见过郎君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在外面，都不要行此大礼。是。过来坐吧。郎君，刚才我试探了一下公主，结果如何？她明明生气却没有力气，更不像从前动辄杀人，简直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连你也发现了，看来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连我都能看出来的事情，郎君当然洞若观火。就算是失忆，一个人的喜好性情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。我怀疑。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如果他是假的，我自有办法拆穿。我刚才看见一道奇怪的人影朝东边去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，可别让人擅闯了。是。明明公主不在里面，荣郎君进去干什么呢？
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可否请阁下退守于林外？我有重要的事情和公主相谈。不要走太远。是。请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楚玉。自从公主获救以来，就有许多奇怪的地方。哪里奇怪？一，从前公主不爱术武，如今却翻阅起门客们的档案。二，从前公主对我十分信任，如今却疏远怀疑，隔离防范。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公主性情暴烈，爱憎分明。就算不记得从前的事，但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苏醒后第一件事，无论对错，都会杀了孩童那一家，更别说意图反叛的还原等人。可他们却都活着，他们活着就是问题的最大怪异之处。那是你胡乱猜的，本公主只是不记得了。不，翻阅档案是你在熟悉人事，疏远我这个原公主宠信的人，是怕被我看出破绽。借还原反派一事驱逐所有门客，是为了杜绝以后所有的隐患。若非驸马不能换，恐怕你连驸马也给换了。乱讲。如芷，公主不要那么着急。请公主宽衣。放肆，本公主今日。既然你不是公主，那么告诉我，真正的公主在哪儿？不要狡辩，我在你床头发现了细字刻痕，所有笔画加在一起，正好与你将我赶出房间，直至今日的数目相同。不要怕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只要你告诉我你是谁，现在公主在哪儿，我会保你自由。要知道，我也是身不由己才到了这种地方。相信我。你不说是吗？你不说我也有凭证。你是哪一家派来的？来此之前，不知道公主有多豪放风流吗？竟然如此腼腆。不要紧，我马上就会证明，你根本不是刘楚玉。你在干什么？公主吩咐不用熏香，房间内没了香气，奴将花瓣放在房间里，清香扑鼻，公主一定喜欢。你还挺有心的呀。嗯，
我不在的时候，容止几时过来的？四十。我是不是再三重申过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不准让任何人进我的房间？可是你呢？竟然敢冒着让我不高兴的风险，让人随意搜查我的房间，可见容止在府里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啊！幼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公主饶命，公主饶命啊！来人，在，把他关起来，三日不给饭吃。公主饶命啊！走。幽兰，粉黛，粉黛，幽兰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隔了很久了吧？我来给你送吃的了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粉黛，这些都是你从哪儿弄来的呀？嘘，别让别人听见了，这些吃的都是我偷来的。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我十张嘴都说不清的。粉黛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不过你快些走吧，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要是被发现的话……哎，别这么说，我们是姐妹嘛。快吃吧，吃完之后记得留下一些藏起来，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看你。嗯嗯。奴带幼兰谢公主大恩。你能为他去偷干馍，可见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我很欣赏你。从今日起，就在明玉阁伺候吧。是。朱雀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也是。朱雀，你真的不应该留下那么多破绽，你这样太冒险了。我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，除了跟刘楚玉长得像以外，我们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就算我装得再像，早晚也会被看出端倪的。当然了，我是山阴公主，怎样都可以，也没有人敢智慧。但总有难缠的人物，比如说容止。想打消他的疑虑，最好的办法呀，就是先自曝短处，等他以为抓住了无数把柄，按耐不住想出手的时候，我再一举粉碎他所有的怀疑。哼，这样一来，我既可以做真正的自己，又不怕被人拆穿了。不过，若不是你长期潜伏在公主府，我怎么能知道公主身上还有个疤呀？公主敌人甚多，在一次刺杀中受伤，险些殒命。事后，只有公主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她身上有一道难以消除的疤痕。若非刻意接近幽兰，我也无从得知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容止以后就再也不会怀疑你了。那可未必。我今天的作为啊，只能短暂打消她的疑虑。容止这个人太聪明，太多疑了，也许很快他就会发现我的异样。阁主唯恐夜长梦多，让你尽快接近小皇上，伺机杀了他。千万不行，你告诉阁主，凡事欲速则不达，皇上对山阴十分爱重，容止能识破我的伪装，更何况亲弟弟了，别到时候一不小心前功尽弃了。啊，本来我是想打算借还远一事驱逐所有熟悉山阴公主的人，这样就可以彻底根除隐患。可惜容止太精明了，这个人我们不得不防。我们可以除掉他。这偌大的公主府竟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号令，全都为容止马首是瞻。所以与其说是山阴囚禁了容止，
不如说是容止牢牢把山鹰公主控制在手心里，让她言听计从。这座美丽豪奢的宅子早就换了主人了，我是真担心一击不中反被咬，毕竟这个人是最熟悉山鹰公主的人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找人制衡她的力量。谁？还原。人生若如初相见，相见不如多怀念，江南烟雨昙花一现，都在细雨绵绵。人生若能长相见，如何才能看不厌。去年之日走一片天，却是不同的脸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